妹主内平安。阿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把圣经先打开，铁撒罗尼迦后书。铁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六节。一章，第六节啊。二百三十二页，前一行是不是二百三十二页？前后一章第六节，找到吗？一二，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他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鬼宴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圣徒他圣徒的身上和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好，先读到这里吧，先读到这里。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交通圣经话语的针对性。第一，是神将患难加给了加患难给我们的人，是不是抵挡真道的人？对。第一，神将患难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抵挡真道，遭遇患难，遭遇患难的针对性，抵挡真道所遭遇患难的针对性，记住啊，抵挡真道所遭遇的患难，是不是啊？不接受福音，抵挡真道，这个也遭遇患难，是不是？神必将患难加给那些加患难给我们的人，我们有没有患难？有。谁加的？抵挡真道人加给我们的患难，是不是？对。那抵挡真道的人有没有患难？有。也有患难，这两个患难要把它区分开来，是不是？嗯。那么我今天传讲真道，有人抵挡真道，上帝要把患难加给他，这些人受的患难
活该，活该，是不是啊？这些人受的患难是怎么受的呢？是因为抵挡真道，不在真道里头所受的患难，是吧？抵挡救恩，对不对？嗯，这种人受患难。今天啊，有人这两个也没有分清楚，到底今天抵挡真道的人加患难，让信主的人有没有患难？有患难。这里边讲的特别清楚，是不是？你注意看，神既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对，神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是不是？是。神既是公义的，神要加患难给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谁把患难加给我们，上帝把患难加给他。对，就这个意思。对，神要把，因为他是公义的，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对，今天任何人把患难加在我们身上，上帝就把患难加在他身上。对，因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我传正道，他把患难加给我们，所以上帝是公义的，就把患难加给他。对，听懂了吗？听懂了。这就说明他要受患难。对，这患难是谁给的呢？神给他。那我们的患难是谁给的呢？他们给的，对，我们的患难是他给的，就是抵挡真道的人给我们患难。对，也就是说，一个传正道的人要受患难。对，这是第一点，上帝要加患难给他，报应他，这是受报，是不是？这是一点。再一个就是，在律法下受的苦，这个苦难。在律法下受不受苦难？受。在律法，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在律法下受苦难，在律法下要受苦难。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怎么受的苦呢？这苦是什么苦呢？这是苦是什么苦？苦待己身的苦，对不对？嗯、这受不受苦？是吧？受苦，被咒诅的苦。第一是苦待己身，苦待己身的苦，是不是？对不对？第二是受咒诅的苦，就被律法受咒诅，在律法下不出来，翻一些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个苦，听懂了吗？听不听懂？我们可以看两段经文，他们是怎么受苦的。先把这隔上，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苦待己身的苦，在哥罗西书，苦待己身的苦。咱们可以看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找到吗？这里有苦待己身的苦，谁找的苦？谁给他的苦？是不是自己苦待己身的这个苦？还有一个是被咒诅的，这不是咱们看被咒诅的苦，在律法下是被咒诅的苦，这是两个苦，把这苦给它区分开来，就是针对那些抵挡真道的人。有一部分苦难是针对那些抵挡真道的人，有一部分的苦难是针对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成义的，因传正道被逼迫而受苦的人。你注意听啊，弟兄们，我念圣经的时候你就注意听，念第一哪一卷书，你就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找到吗？找到。咱们可以看这个经文。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现在这群人与未与基督同死，同不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脱没脱离？脱离了。世上小学是什么？律法的一个规条，对不对？对。
脱离了市场的小学，因为在上面第二章的上面就告诉我们已经脱离律例典章和那些律法的规则，那字句的东西我们都脱离了，是不是啊？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涂抹了，并且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这么说的？那现在有的人现在就是自己找规条，圣经的规条现在被耶稣钉十字架，他自己找规条，找规条就开始就是拘守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受不受苦？被洗衣板受不受苦？对啊，对，被钉子刚过，苦不苦？像那个巴利先知似的，在加密山上拿刀割自己割自己的肉，刺自己的肉，受不受苦？拜假神的人都苦在己身。今天有的人拜假神拜惯了，拜我们主耶稣基督也照样的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用什么苦在己身？苦在自己的身体啊。这证明他的道是对的，是错的？错的。圣经的指出他是错的，不是我指。别说王亚哥的，你要说我说的，我也得找圣经的怎么办呢？是不是圣经说的？是。这一国人是怎么进行受苦的？他把这个当十字架了，他把这个当十字架了，是不是？苦在己身的苦，当十字架了。对是不对？不对，这是不对的。苦在己身，你自己找受苦，和今天因基督十字架受逼迫的苦能不能一样？不一样。等一会儿咱们讲，我们要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苦、受逼迫、受患难、受羞辱、受凌辱、受辱骂，是不是啊？这些也是苦，苦和苦一不一样？不一样。好，咱们先看这一段经文的提到苦在己身。这里面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是不是守规条？是不是？下面看，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什么败坏了？这是败坏人的规条，是败坏人的，是不是？我给设一些规条，什么时候圣经给设的规条了？圣经有没有设规条？没有设规条。那我今天我设规条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整个祷告塔，叫弟兄怎么一大早上祷告塔上去祷告去，啪掉下来，整个祷告山。耶稣说祷告有没有地方？翻不翻地方？没呀，没有。随处，保罗说随处祷告，是不是？对，随处祷告，随时祷告。对，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是不是？有这样话，但从来没告诉你定时间、定地点、定人、定片，那三次会干的事儿。对，是不是？是。上帝要你怎么办呢？在圣灵里祷告。对不对？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以后我告诉你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有许多人不在圣灵里祷告，都是自己的规定的祷告，都自己人的规定时间，规定这样，规定那样。这个祷告不是人规定的，是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对。我们今天能被上帝拣选，是神的灵感动我们归向主，是不是？是。今天能归到正路上，也是圣灵在感动我们，对不 对, 对？圣灵把这个道赐给我们，对。圣灵。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必定拣选。今天圣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才明白这个真道。终于从那个人的规条中间出来，是不是啊？是。凭信心，凭信心，在灾难来到前，你都能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对不对？在苦难，无论是风吹雨淋、水冲，这都是患难。撞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好不好？好。用信心胜过这一切。不用人的方法，教会中间就怕人的方法。我在上一个站台讲的是人手的服饰，一共讲的是十六讲人手服饰，五天不是讲十六讲，五天讲了十八讲，我五天讲了十八讲人手的服饰。那有第二最后那天有两堂的是问题解答的时间。
所以就十八讲。感谢主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教会中间，你看那人手不是无法伸手，那算啥呀？这点小事你就耶和华你就计较这些事儿，那在藐视神，对不对？对，神的圣宫里触摸着人的手，放着人的手，反手放过，是不是啊？拿拿亚比户那香炉有啥呀？就做那点事就拿香自己反火，反火和圣火正好是抵触的，对不对？对，情欲的火，人自己的想法，该隐的嫉妒什么呢？那就是比亚伯先献了一会儿呗，但就不行。神说我宁可约会掉地也不用你手服侍，你算干什么的你啊？你手一服侍显明什么？那神无能的是约会的。上帝要叫大卫学个功课，你不让学，你把手一服上，上帝不杀你杀谁？对不对？杀的该不该？有人说杀的真的冤枉，冤枉吗？不冤枉。神就不需要人的手，为什么今天叫我回归圣经真理中间啊？真理何等重要呢？你伸进人的手，建造了巴别塔，就树立自己的威望，是不是啊？树立自己的名声，高举自己，是拿地巴别塔，是不是啊？变乱了，上帝马上变乱你，整个语言就不同了，教会就马上分崩离析的，弟兄姊妹和你就不同心了，是不是啊？一见到树立人，你这个教会中间就最怕的就是树立人。我讲的人手扶持，有时间你们可以看的，一共是十八讲。现在正已经传上去，孙弟兄在家里要上传。感谢主的恩典，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既然是清楚的道，那为什么不完全听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承认我们是承认主名的人，为什么不听主的话？主今天就给你设计这么一个方法，就给你设计这么个方法，就看谁按照他的方法走。这方法肯定不合乎人的情理，神的方法不合乎人的情理，和人的情理正好是反对的。上帝就看谁凭信心来遵守主的方法，不在乎。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扫罗王献祭叫你献的吗？显得你献祭，你是祭司吗？你既是君王，你为什么献祭呢？是不是当站在不当站的位置上了？是不是啊？扫罗王上帝让他把整个家那个亚玛力人全部灭绝了，他为什么留？他留是要给耶和华献祭吗？不，他留着牛羊上好的，自己有那个贪心，把亚甲王留下了，把上好的都留下了，把那个孬的都全部杀尽了。错误不错误啊？错误。现在像扫罗王这样的侍奉，教会中间就因为这些人的侍奉，给教会导致了许多的混乱。因为这样，上帝的这些羊不应当领到大山小岗里，这个大山小岗里头，是不是啊？领到大山小岗里，领来领去吧，主的羊全领来了。那坏牧人才那么领的，好牧人领到青草地，先叫他吃属灵的生命，长大自然就显出基督的样，不用人去规定辖制，用一种方法就把弟兄们辖制的死死不了，活活不了。你不让他生命长大，你要求他就得用肉体，一用肉体出来的东西全部是血气情欲的东西，是不是啊？是，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因为我看见了教会目前现在的情况，很多教会都在这种情况下苦待己身，叫弟兄们苦待己身。苦待己身和因十字架受逼迫这件事，你不要把它分开，好不好？哦，对。行不行？行。我自己找点苦受。跪在那个地方呢，弄找个洗衣板，洗衣板那不带冷的吗？跪在那地方呢，也不能穿厚衣服，穿厚裤子那割不破，得割破了才叫敬虔。啊，有没有这样做的？有。我前天讲的，给我越这越讲越气愤。一大早起来吹脚，有一个叫什么号角行动，北京不是北京，是这个。河北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河南那边有个叫什么方城教会，他们发明出来的那号角行动，那么大长脚，上那个以色列花3000多块钱买大长脚，一大清早起来嘟嘟吹脚，这不吹脚号角行动吗？吹脚，糊不糊涂啊？糊涂啊。有一个最有名望的人，家里一大早就吹，那临时说你这怎么回事，一大早起来4点钟就吹那个，呜呜就这么吹，号角吗？
是不是错解圣经？对，我们今天在讲到正在吹角呢，是不是啊？对，那哪是拿一个羊角的呢？呜呜这么吹呀，你说糊涂不糊涂啊？这简直糊涂透顶了。他们净整那些奇怪的名字，叫你看挺新鲜好玩，奉献呢，展开青年号角行动，你说你奉不奉献？奉献吧，咱们今天号角行动的国际课程，不，跨国宣教，这名大不大？不大，就起大名字。没有属灵的看见，就得弄这些东西吸引人。奉献的可多了，那些人都傻了吧唧的，我天！那奉献的人都傻了吧唧，这号角行动了，大伙子，那老太太呀，好不容易卖回来攒两钱，手都勾勾巴巴，拄个棍子上去，哎呀，今天号角行动呢，赶紧奉献呢，腿都弯弯的，手指头都大骨节去的，好不容易卖捡回来，站起来，号角行动呢。走到这行上去号角行动去，你们说糊不糊涂？糊涂，那不是一般的糊涂呢。那传道人家里头藏了好几百万，公安局一搜全搜去了，完了白奉献。这奉献你说有没有意义？无意义，无意义，不是我父栽种的，因为他没有真道，他就得拿这样，还告诉王一浩讲错了，你看王一浩又拍桌子又吓唬耗子，是不是啊？说我王一浩讲到他们看了，他们就好方程教他们也看，你说王一浩你一行动那动作那么老大，一点也不温柔，啊！你看约翰更吓一跳，约翰这旷野大胡子，是不是？对，披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在那儿。就开始喊，是不是？对，使劲喊，对不对？对，喊你是谁？你是基督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但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能力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带着羊肠的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米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些毒蛇的种类怎么逃避将来地狱的审判呢？你要看约翰更吓死了，吓死了。你要看以利亚更吓死了，那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个人上去找他去了。我们那这些个王叫你去山人呐，坐在那山上盘腿的，盘腿坐在山顶上，用石头坐在盘腿坐在那，手握着一把。我要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你和你这五十个副长。抓一把火能烧死，烧死第二火又来了。那人还在那放着呢，第二火又来了。神人呐，我的王请你去，叫你去见他，是不是？以利亚多大个坨呀？以利亚多大个牌啊？以利亚是上帝兴起的先知，是不是啊？是有能力的先知。你是谁呀、啊？你来找我来，叫我去见王去啊？啊！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这五十个人，唰一把火烧死了。第三个人呢？哟，死一百个人了，卑微起来。神人呐，邀请你去。这个人谦卑下来，是不是、啊？前面的人都不会谦卑。现在有多少人去见主，他不知道谦卑，都得烧灭，欲火出来的，对不对？对。情欲来的，你知道你面前这以利亚代表基督啊？你看看，以利亚所做的事情，谁也不敢，你都不敢想象。姨妈是在山大声的喊，跟那假先知搏斗的时候，就他自己，是不是啊？嘲笑那假先知，嘲笑那巴黎先知。你看，王一浩子算不得什么的，跟那以利亚比，我就算不得什么的，我是温柔的，对不对？跟那以利亚比，以利亚怎么着？嘿，呀，你们的神睡着了吧？去叫醒他吧，是不是？对不对？
你看着责备以色列民，一个压在山上责备，你们心前意要到几时呢？巴力是神，就应当听巴力的，顺从巴力。耶和华要是神，就应当顺从神，对不对？对。你看伊利亚在山上从来没有留客气的，历史历代的那些上帝兴起的先知，是不是兴起那些上帝所使用的工人都是这样的，那不是由人说了算的，对不对？他总归他有肉体软弱，但是他那个时候上帝正使用他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呢、啊？他都在这糊涂啊，用苦待己身的方法，是不是、啊？嗯，这方法对是不对？不对，人的方法。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吃，不可摸，这是夏娃这伊甸园的干事儿。对，今天弄教会里来了，夏娃在那里头，耶和华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了那日必定死，是不是就这么说的？瞎娃加上不可吃也不可拿不可摸，加上点东西，这一加莫哥说好啊，这个女人啥也不懂，是不是啊？是你干什么加上点呢？加点证明什么？免得你们死，你整个免得你死，你吃了那日必定死，他免得你们死。今天教会中间加上不可吃不可拿不可尝摸不可摸等的规条多不多？耶稣来了，这个节期月朔日子年份成不成全完？成全完事了，对，是吧？那今天教会就在这里头苦待己身，自己受苦就以为是敬虔了，是不是错误的以为啊？错啊！耶稣来，保罗叫不叫我守节期？收不收日子？不收。收不收月朔？不收。收不收安息日？不收。今天把礼拜天变安息日，半天，换汤不换药，行不行？行。加个袋鼠四张，拿看。加个袋鼠四张。小的们，四章八节，叫你守日子你就守，不叫你守别守，好不好？哦，我就是糊涂啊！人一说就不让他守，你看看好讲的，你就跟别人不一样。羊圈里穿错驴就闲着你了。找的吗？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亲，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保罗说这话有没有说规定哪一个日子啊？没有。谨守日子、月什么月份、年节期、年份，我问你们害怕？谨守这些东西，为什么保罗不提倡谨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原是后世影儿的形体是谁了？基督。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这就叫你看见保罗今天的看见是太好了，他整个把律法，他是本身是守律法最好的，对，神就拿出个守律法守最好的保罗，今天叫他在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并且保罗能把旧约那些东西全部一下就抖落得干干净净，一下去掉干干净净，不但他不守，而且教导我们都不是的，对，是这样，好不好？好，保罗是上帝兴起的工人。保罗是上帝兴起合格的工人，对，保罗是法利赛人，保罗是律法守律法，在加玛列门下严谨守律法教训，是不是啊？是。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保罗第八节受割礼，保罗靠肉体可以有夸口，在律法上是完全无可指摘的，谁也挑不出他有毛病，但今天他把律法上以为自己从前以为有意义的东西，今天全部抛弃得干干净净的。对对。那律法在你心目中有影子吗？有
我们外邦人本来就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为什么今天上帝为什么就拣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律法的影子，所以拣选我们很容易就接受救恩。相反，你发没发现，外邦人今天在律法里边还多呢？不让守还在这，哎，那不让守干嘛呢？这律法不是神颁布的，不让守呢？凭什么呢？为什么不让守呢？是吧？上帝颁布就得守。上帝造个大山，你给你扛，你扛吗？你背吗？能不能背动？是上帝的造的都是好，都得叫你享用吗？我们看这段话，二章第十六节。所以不去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边有饮食上，这吃这个不吃那个，吃喝这个不喝那个，是不是啊？饮食上的事儿，还有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东西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为什么不能让你？你先走这东西，别人不论断你吗？你又进哪里去了？因为相传这些原是后世的什么影儿？你跑影儿里头去，你把尸体给丢掉了。什么叫影儿？照那影，你说抓影什么时候能抓呢？耶稣实体就来，形体是基督了。对，你又去跑那节期的月朔安息日，有人告诉你不守不行啊。老祖宗的遗传这么多年了，不守能行吗？保罗怕你进到遗传里头，才告诉你不让守。听懂没？前面二章的第六节就这么说的。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就把你们掳去。那是人间遗传呐。我现在释放主义用人间遗传释放吗？没有。我们老祖宗说的，不说基督说的。基督说，有没有说老祖宗说的？没有。要我们遵守老祖宗的遗传。老祖宗强调的是道德，我们今天传的是信德，能一样不？不一样。老祖宗传的叫我们信佛，对不对？基督叫我们信他，对不对？上帝叫我们信基督，对。你信哪个？信基督。老祖宗传的叫我们守那个老祖宗的规条，但基督不让我们守这个规条。对了，你守哪个？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就把你们掳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头说，这些人苦待己身，是因为守规条苦待己身的。对，是不是针对他说的话？对，针对守规条的。对，这个受苦，活不活该？活该。这受苦是他自己找的，对不对？自己想怎么想当受苦，肉体受苦。就以为肉体受苦就是敬虔圣神，这是一种虔诚啊，是吗？不是。到现在有许多，你不信你试试看，教会当今教会错谬，就把敬虔这敬虔这敬虔这俩字给扭曲了。对，以为我今天受点苦，是不是？对不对？那脚的盖没掉，拿锤砸一下，就掉，怎么掉？那活不活该呀？活该。你说这个苦受的，你说是自己来的，自找苦头啊？你注意看这里边是保罗在这里头是主张弟兄姊妹守那些影子，还是从影子里出来？出来。你注意看啊。所以不拘在饮食。有没有饮食？有。那饮食是什么东西？吃的、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这个是污秽的，那个是不污秽的，这个圣洁，那个不圣洁。我们看，把这隔上，先看一段经文。那你不吃，你活该，饿死的活该，你啥你都别吃。啊，你啥一样都别吃，你别这吃那个不吃，上帝造都是好的。我们注意看提多书一章十四节，保罗呀在后面以后就说话都变口气了。
从前还顺从雅各呢，雅各就设计这些玩意儿，这也不吃，那也不尝，也不可摸，受割礼，守律法规条，是不是啊？是。保罗从前特别听他的话，顺服他，目的是什么？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前面说，我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我在有律法的人中间就做有律法的人，我做在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多得人，得没得着？保罗得没得到犹太人？没有，没有，因为保罗上帝兴起他，不是给犹太人传道，乃是给外邦人传道。但他的心智好，那时候光凭着心智去给犹太人传，两次回到耶路撒冷都遭遇雅各给他设立规条，圣灵最后才禁止了他继续在小亚细亚里继续传了。好，咱们看这段经啊，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什么诫命，不要听诫命了，别听犹太人的，是不是啊？荒谬无凭的话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那诫命啊就是规条诫命，对不对？那是离弃真道的，是败坏人的。下面就提到败坏人的，前面哥罗西书第二章就提到败坏人的，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人，这些事是叫人苦待己身，可是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没有功效，是不是啊？好，这个地方说什么？不听，从前叫你顺服，现在叫你不听。保罗从前说什么在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所以保罗有没有一段时间顺服雅各？有一段时间顺服雅各，但这段经文告诉不听犹太人，犹太人别听他的，不让你听了，对，是不是啊？那些离弃真道之人的什么东西啊？诫命啊！我今天去守诫命，你觉得你说我离不离弃真道？你离了。翻译以新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你说我离没离？我靠立法成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对不对？离没离弃真道？离弃。保罗是主张叫你听从啊，还是不叫你听从？有的人叫听从，不叫听从，这是根本分不清楚啊。那这地方保罗是不是叫咱们去听从呢？犹太人那个诫命，诫命是圣洁，你能不听吗？啊，律法是圣洁，诫命是圣洁，你能不听吗？是圣洁的，你能守住不？是圣洁的，你是给你的吗？不是，叫你守吗？不是，叫律法以下之人守住。死守谨守不是叫你守的，听清楚了吗？这里边保罗告诉不听，因为这提多是希腊人的，对不对？提多希腊人告诉提多说不要守了，不听犹太人那个荒谬无凭诫命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不听犹太人的荒谬无凭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那个时候保罗传不传过这雅各设置这四条诫命，传没传过？传过。传过了，主是叫他传，是不让他传的？不让传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明显的告诉不让他传，那不让他传了，他不到亚细亚那个地方他就继续要传，上帝把他圣灵就告诉他离开这个地方，圣灵就禁止不让保罗传，在亚细亚那不让传，他身上带着雅各四条。上帝今天保罗是奉雅各差遣，是奉耶稣基督差遣。保罗是上帝拣选的，是耶稣基督拣选，是雅各拣选。雅各在这里有没有权柄？这个不是死不雅各，是耶稣兄弟雅各有没有权柄？是指派使徒？没有。差派使徒？没有。你看他所差派出去的东西，给他身上带着诫命。耶稣这么多呼召保罗，有没有告诉保罗你得传诫命啊？没有。对是错，但今天这样的道理在教会中间很重要。对，把错的当对的守，对，把对的当错的拒绝，对，糊不糊的？糊涂。糊不糊涂啊？糊涂。这不是一般的糊涂，可能喝糊涂太多了。喝糊涂太多了就糊涂了，是不是？少喝点糊涂就不糊涂了，是不是啊？这里面保罗是要我们去守这些诫命还是不要？不要。再往下看，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污秽了，连心地和天良也什么污秽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嘴上说认识神，其实认识吗？不认识，根本就不认识。属灵的事他不知道，他就用属肉体的东西守，守什么？守那个诫命。这人一点不都害怕，怕吗？不怕，根本就不怕。我们再往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是鬼魔的道理，这根本不是神不话，是鬼魔的道理。现在饮食上这也不行，那也不可，这也不可，就是这些东西全执行。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小子们来来，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您说，圣灵您说，这不是人说的啊，你好好听看看，这是圣灵您说的。圣灵您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什么是鬼魔道理？下面往下看，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人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凡停住了，停住了，凡是什么意思？神所造的都是什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那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什么叫一样？一样是什么意思？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人，圣洁的在这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前翻，十三章第八节，这些经文很关键啊，这经文都是你们以后经常能用得着，讲道的时候用得着的这经文，而且这些经永远在你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找到没？第八节啊，找到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道理给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什么？好的，并不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看到吗？人心靠什么坚固？靠恩的坚固才是。是不是教你了？你在恩上，你今天守饮食，守这个守那个，这也不吃那不吃，饿死了谁管啊？饿死了谁管？饿死活该，是不是？苦待己身，饿死是你苦待己身，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啥也不吃有能的，有的连鸡蛋都不吃了，像安息日糙米的就吃糙米，吃豆什么都不吃，鸡蛋都不吃，因为鸡蛋里面有血，是不是？鸡蛋都不吃，你吃不吃？吃了。有一天我问他说我什么也没吃，我没吃，雅各那四条我一样没吃，我说你吃了。我说你吃了没吃，我就说你吃了。你这人你怎么这么乖？你这不硬硬说人家吃了没吃，你就硬说。我说你吃了。我说海鱼吃吗？吃过呀，有没有血？我说放过血了没？我说没，你怎么说没吃呢？兔子吃过吗？野鸡吃过吗？那山兔子那野兔的野鸡你都吃过吗？放血了吗？没有喂呀。啊？没有喂呀。没放血啊？这么重要的问题耶稣得不得在四福音中间讲，都得讲。要假如说哎，千万别吃，别吃这个，别吃那个，耶稣得不得讲？耶稣一定会讲，提出来，是不是？吃没吃啊？那野兔子就买那兔子吃没吃过？吃过，吃过，吃过没放血。海鱼吃过吗？吃过。烧鸡吃过吗？吃过。
鸡蛋吃过吗？吃过。没。是不是啊？我给你一衡量，就和那个眼撒眼了。我也吃过了。我说你不说没吃吗？吃过了。你爸吃一条算重要，压根四条现在变成一条了，就不吃血这一样了。这不不吃，就这一样不吃。你问你们这信耶稣都有什么规矩？就不吃血。不把福音给他，就告诉他不吃血。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他又给另外一个加了个微调。妈呀，我的天哪，我的天父啊，你说这人都咋的了呢？是不是有点疯魔呀？不正常啊？啊，他又给加上去了，他根本就没有生命，你给他设立规条，你不把他引到基督面前，你是基督啊？你是人呐？得叫他得生命，对不对？他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说的话，对不对？对。你来了，先给他借命，完了，压给坑里去了。你瞎眼叫他一下，是不是啊？是。你这传福音的人，你应当回家就看孩子去。什么来了？你就回家看孩子，根本不是传道人。传道人传的是福音，传道传道传什么？太初有道，道是神。你现在给他传地上的事儿，你根本不是传道，传道是天上的。太初有道，道是神，你传的不是神，那就不是道。耶稣说从天上来，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天上的所见所闻什么见证出来，是不是？是。你现在传的不是道，你还说你传什么？啊，你还说听神的话，听说话怎么传生活不传生命？肉脑袋肉嘴，全是肉的，大肉块，大肉块肯定传肉啊，就靠肉体守这个守那个，别吃这个别喝那个，我马太福音，是不是？直接看马可福音七章，马可福音七章往后翻。直接看马可福音七章，七章第十六节，十四节，从十四节往下看。耶稣又叫着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那你听谁的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屋子，门徒就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乃是入了他的奶。”不服，又乱了奶，忙死你！嘴吃进东西能不能污秽你？不能，你的良心污秽的，你的良心污秽了，什么都污秽了，对不对？对。耶稣说的话，你听谁的话？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这句话不是单对那一部分人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有没有我们？有。我们要不要听主的话？有。主的告诉他，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乃是入了他的什么？祝福。吃圣餐入哪里啊？心。吃地上的粮食入哪了？祝福。这两个落的地方你知道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落肚腹里头，还有落哪？心。肚腹。一是落哪里的？吃剩菜怎么落心里？不是搞嘴吃进去的吗？搁嘴吃进去不是直接入肚子里的吗？那心哪去了？一切都凭信心。我这些我吃这个物是入了我的肚腹，变了茅厕，这不能误会人的。这是耶稣教的，对不对？不是哪一个使徒教的，雅各教你，你听不听？不
雅各把旧约翻过来，那些是影子，那些隐私的东西影子，形体是谁了？基督，这样是不是苦待己身？对，这也不吃，那可别吃肉啊，鸡蛋也别吃，饭也别吃，水也别喝，啊，你都别吃，别吃，喝死，好不好？我以后就这么教，你说我从哪来的？我就这么教钉子呢，啥也别吃啊，别吃，这也别吃，那也别吃，什么都别吃，饿死。这么重要的问题，你在整个四福音中间，耶稣从来没教过。耶稣说：“入口不能回，入口进洞户的，在旧约是预表，对不对？新约，他的实体是基督了，饮食是基督。”月朔是基督，日子是基督，安息日是指向基督，对不对？预表基督，年份指向基督，这都指向基督，祭物指向基督，会幕指向基督，亚当指向基督，大卫指向基督，所罗门指向基督，对不对？亚当预表耶稣基督是族类的头，亚伯拉罕预表耶稣基督是信心创始成功的主，对不对？以撒预表耶稣基督是什么？独生的儿子，应许生的独生的儿子，对不对？对。雅各预表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你是我的爱子，对不对？对。以利亚预表耶稣基督是先知，和以利撒都预表耶稣基督是先知。挪亚预表耶稣基督是避难所，或方舟避难的，对不对？对。所罗门王预表耶稣基督是智慧的王，大卫王预表耶稣基督是君王。他都预表的，往后预表实体就出来，那是个影子。人家把旧约那拿过来，就应用在新约里，给犹太人的你去使用去吧，啊，给犹太人的那诫命。所以保罗不让你听犹太人的无情加诲和那些荒谬无情的话语，以及那些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就不让你这吃也不行，那也吃也不行，那喝也不行，就这些诫命，那是苦待己身的。规条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有没有功效？没有。这里面保罗直接说是鬼魔的道理，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对，这正是说谎之人的假冒，因为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得烙惯了，他们是什么？禁止家庭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物，叫那些人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领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只要感谢着领受，是不是就没有一样可气的？都因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吧？那我再回到这里头，就成什么了？啊，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没有得到益处。上帝不让，不愿让人活在这里。这么重要，你如果这个饮食上这么重要，是上帝怎么不说呢？怎么不在新约里的伊利约的时候从早开始，我要吃这个那？这和肉体有什么关系？得生命是心，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根本没有关系的。对，哪怕他像十字架强盗那么恶劣，他心归向主了，灵魂因义归向神的国，肉体因罪被十字架死了，这是两件事儿。有的人就糊涂到这个程度了，他根本就不明白两个人，你不明白两个人，他就用哪个撑船？肉体。这大肉体成全完了，我告诉你，一辈子都是糊涂的，你永远在那糊涂的，你永远不会明白，对不对呀？对。保罗，这起饭我都为你惧怕，我都为你唯恐你，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啊，是不是？我真的。保罗在前面传福音，雅各在后面传律法和割礼，传这些规条。保罗在这里头改换口气，我从今以后改换。我不像从前，从前我都顺服他们了，去跑店里去献祭去了。这一献祭把耶稣的祭是不是否了？否定了。弟兄姊妹，这件事何等的重要啊，重不重要啊？重要。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啊？应当是顺从基督，还是顺从人间的遗传的东西？你去往太己身，这是不是受苦？对，嗯，受不受苦？受苦。受苦，你不能说他不受苦，受苦受的还不少呢。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吗？不是，不是。啊？加拉太教会，我才多次在讲加拉太第三章，保罗的当时的气，
无耻的江南人，耶稣基督第四架前活化在你们眼前，有谁迷惑你？这是受迷惑了。对，那个要说鬼魔道理，后面是受迷惑，这是魔鬼给你做迷惑道理，就叫你从里边跳到外面。对，从灵跳到肉。对，把你从里边带到外面去，带到肉体中间，叫你靠肉体成全，魔鬼成功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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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终于成功了。高兴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我的声音，这小群是我所恨的。你们要走错路了，我才高兴呢，是不是？你们要靠肉体成全，失败了，你们就一定失败了。你今天凭信心一定是得胜的，但我今天想方设法把你从信里带出来，带到行为中间，把你从灵属灵生命中间带出来，带到哪里去？成了。耶稣不说他成了吗？今天我也要成啊。我怎么成呢？你属神的人啊，我想方设法诱惑你。只要我把你从里头从基督里带出来进到亚当里，我就成功了。只要我把你从恩典中人带出来带到律法里，我成功了。只要我把你从属灵的人带出来带到属肉体里，我成功了。把生命中间带出来带到生活中间，我成功了。你以为魔鬼干什么呢？他不睡觉不打盹干什么？想他设法琢磨神的儿女。对对，神的为什么会受苦？最后我们讲受苦，魔鬼要把许多的人下面接住。对，是吧？魔鬼干的事儿，魔鬼好像是什么塞麦子要塞你。对，你以为是什么呢？他不直接告诉你反对上帝吧，他叫你在真道上挪移。对，挪移你的根基，把你的根基从基督的磐石上挪移出来，叫你建立在肉体上，建立在生活上，建立在个人上，建立在情欲上，这不就赢了吗？对，现在这里，对不对？对，都在这里头建造。对，百分之七，可以说千分之九十九，999%的都建立在肉体上。对，你是看，1000个教会中间，其中有99%建立在那肉体上。对，不说99%，999%，不信你就试试看，都在肉体里先走。对，都说魔鬼的迷惑呢。对，啊，古代己身，肉身成全，不靠信心，就靠肉体成全，完了。他把多半的有人把自己苦代己身的苦和我因主的真道受逼迫那苦给混淆在一起。对，都是苦啊，都是义啊。把人的义和神的义混淆在一起，是不是啊？把人的良善和神的良善混淆在一起，把生活生命都混淆在一半，讲生活一半讲生命，今生应许来生也就搅在一起，就叫你糊涂。这么一搅你就糊涂，你信不信？信。你搅糊糊是熟的，你黏糊糊怎么熬？什么叫黏糊？就是熬黏肉的时候，就是熬黏糊的，脚的目的是什么？黏糊了。现在有许多人信仰黏糊的，你信不信？变成黏粥了。我说错了吗？没说错。魔鬼干什么的了？这说成威力借着一群人混乱主的道。对，不到属天的圣母属地的。对，对不对？对，灵属天的肉属地的。对，对不对？对。那现在跟你搅在一起，你说能你不糊涂咋的？糊涂。有的弟兄怎么这怎么越听越糊涂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听糊涂？搅的。搅的。魔鬼就叫你迷惑，你也借着这件事就叫迷惑。对。你不信？你看加拉太书来，翻到第三章，对，就叫你迷惑。就迷惑你，故意的迷惑，这叫迷魂阵。你要没有主的真道在你里边扎根，你不迷惑还好着呢，我哪好？所以我们今天应当警醒接种，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可全是的。你以为啊？
魔鬼不睡觉不打盹，天天干什么？天天干什么？睡觉了可推迟。睡觉可推迟的人，像蛇似的。看谁是推迟的对象，找到一个，一下子就整昏了。又怎么样？我们不是魔鬼吞噬的对象。魔鬼想吞噬我，但我们靠着主的能力，凭着信心要胜过他。对对，好不好？好。你跑到那里头去，把他搅在一起去，你要不被吞噬才怪呢。这是吞噬的对象，好吗？我们讲的是圣经，不讲的人。你别想，那这样不就随便了吗？你这样想，你都有问题。哦，我把我自己交给主是随便了，我自己肉体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随便了。你自己靠自己活才随便呢，你这简直傻头强的。今天基督在我里面做王做主随便，还是我自己做王做主随便？基督啊，你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这不都随便的吗？对对，我靠着基督，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信着不信着，信得着不信得着，信得着，相信耶稣吗？相信。他最有把握，对不对？对，我信着他了，我只要交给他，你自己别管了。对，你管都管这么多年，管住了吗？管呀，你自己都管不住，你自己还管别人呢？对，对不对？对，看这段经文啊，知道了。三章一节，找到吗？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啊，看无知的加太人，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要迷惑你们呢？这是不是迷惑的？是。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这是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听信福音，受圣灵的时候，啊，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是因听信福音。下面你受了是因听信福音才受了圣灵的，对不对？对。下面再看，你们既靠圣灵已经入了门了，还靠肉身成全吗？还是靠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靠肉身成全吗？你既然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你干什么又靠把肉身都搬出来了呢？不要圣灵了。成全不要圣灵了，前面靠圣灵，后面不靠圣灵，靠肉体成全，对是错？错、啊。现在在这错里头都多不多？多、啊。还把这错当对了？对。对，还大张旗鼓的在教会中间传，啊，还传，我们都交给主，那主能弄得过来吗？啊，都交给主了，那主能弄得过来吗？都交给主啊，行吗？能放得心吗？放心，放心吗？放心，放心吗？放心，真放心啊！真放心、啊。有的人不放心，放心交给他那不随便呢。这是不是不放心呢、啊？谁放心？这说那话那不就不放心？人家都给交给他，那能放心？那不就随便的吗？这句话是保罗在责备加拉太人的路已经错了。那一节是靠圣灵，对不对？对。前半节是靠圣灵，是不是？天路啊，前半节靠圣灵，得荣耀靠肉体。一边靠圣灵，一边靠肉体。对。这面是圣灵得生的，是这样的。下面这一边靠什么？大肉体端出来。那得神的圣灵加上人的努力。错呀。神的圣灵，神光靠圣灵得生之后下面成全，还用圣灵更新吗？他显上圣灵了吗？不得加上肉体吗？那这肉块往哪搞？上天主要坟墓里头埋起来，行不行？就怕你加上人的东西才叫你埋着，你把那东西从坟墓里捞出来了。对是错？错错、啊、这是不是苦待己身？对，这是苦待己身的，对不对？受咒诅的，
对不对呀？对。对。有的人一点都不怕生，一点一点都不怕，因为他是不认识，他要真认识神，他就真怕了。你这样做，你不怕什么？啊？怕不怕？谁这样做的？你不怕神的人，我说他根本就没有生命，他根本就不怕。你这样做多可怕呀！我都为他捏了把汗，他连自己连反应都没有反应，那这理直气壮的，靠圣灵得胜了，下面还靠肉，还靠圣灵，这荣耀吗？还得靠肉体承担吗？你说这糊不糊涂？你是保罗说的，这是真是迷惑，是不是迷惑了？搅的对不对？魔鬼在那嘎嘎嘎搅搅浑水，接着一些假道在那搅搅搅，天上一半，地上一半，神灵一半，肉一半，哎呀，生活一半，生命一半，在那搞猪脚。反正我不好，我不得不想得好，我叫你们也不得好，是不是啊？撒旦说，我将来我要下地狱了，叫你们弄几个人陪着我，行不行？我给你搅和。把你那整个里边的信仰给你搅乱，是不是啊？为利混乱的道，有的人为利，有的人是撒旦猜疑啊，就为了钱，为了教会弟兄姊妹奉献，混乱主的道，有没有？有。要没有，保罗能写在圣经里吗？有金钱的外貌，却背着金钱的旨意，根本不懂什么叫金钱，全是要求弟兄姊妹这样，要求弟兄姊妹那样。弟兄姊妹，我什么也不要求你，你只要能把这道吃熟，比给我吃的，比给我喝的还好，我心里就畅快了，在心里畅快了。因为我不求别的，我今天传道不是别人叫我传道，不是受任何人传道，对，对不对？对，我要的是弟兄姊妹的灵魂归入到基督里。阿妹，基督里享受安息。阿妹，好不好？好。你不在基督耶稣，你就在大肉体，你一辈子都不太好的。你不好了，你难道你以为我高兴吗？我看见你下地会高兴吗？看见弟兄姊妹不明白真道，我高兴吗？不高兴。我不高兴，对不对？对。照样，基督也不高兴。基督不愿有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对不对？对。都明白救恩，那多好啊！这是悔改吗？不是，第八靠圣灵入门的，下来人得加上肉体的悔改呀、啊。有没有人这么传的？有。他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悔改，什么叫悔改？信福音都是悔改，替上帝所差来的就是悔改。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悔改。对，把那福音拿掉，悔改。靠什么悔改？肉体悔改。你肉体从前那么做，现在不那么做了，就是悔改。这就叫悔改。上帝说的悔改是什么悔改？从前靠自己行为，现在靠信心；从前在律法下，现在基督的恩典下；从前凭自己的血肉绑定，现在凭着圣灵，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这叫悔改。从前住在肉体里，今天住在基督里，这叫悔改。从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这叫悔改。从前呢是凭自己来奋斗努力，今天不了，靠圣灵，好不好？好，行不行？嗯，愿意不愿意？愿意。真的吗？愿意。我跟你讲了，但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能把这道存在心里。你这就不是我的道啊，这根本不是我讲的。你本身就靠圣灵得，下面就靠肉体承担，就说魔鬼迷惑了。对。你就中迷惑了，中他欺骗的法术，这是深奥道理，撒旦的深奥道理，对不对？对。什么叫深奥？有些人深奥他不明白，深奥他不直接叫你违背上帝，就叫你把你领错路，就叫你从这个根基上坚固的地方坠落了。对。你怎么能坠落？你若不进到这里，能坠落吗？下面就提到坠落了，对不对？对。你们这样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
在恩典中坠落了，是坠落的。上帝叫你升天，他叫你坠落，对不对？对，上帝叫你进神的国，他叫你从神的国里坠落。对，因为他是坠落的天使，他也叫你坠落。用什么方法？用生命生活混在一起，跟你搅，肉与灵混在一起，叫你搅，律法恩典混在一起，叫给你搅，对，对不对？对，人的义和神的义混在一起，叫跟你搅，对，对不对？对，就这么跟你搅，肉灵在一起，人的灵和我们。都得混在一起，分不清。凡有几残留的人站起来，迷糊了，是不是？迷糊了，就迷糊，就故意叫你迷糊。对，这我是不是说的？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吗？受苦如此之多，多不多？多。这个苦和我为基督十字架受逼迫呀，受患难的这苦一不一样？不一样。也是差不多就行呗。这就是背十字架。你所必法受的苦是背十字架吗？不是。啊？因为守律法，我今天因为守律法，我得，这是背十字架吗？不是。我因为今天有一些规条，教会有一些规条，必须每个弟兄姊妹。穿着膝盖啊，那个裤子穿薄一点，然后拿那个钉子，上面钉上钉子，把那钉子放上面，给人钉上，哎呀，扎的疼，行，越疼越金钱，不怕疼啊，弟兄姊妹，不要怕疼，今天疼就是明天的什么，明天的祥福，今天不要怕疼啊，不怕疼，疼才是扎着呗，就把钉子全都铆在那里头，就中毒了才好呢，这钉锈在这里头啊，在那腿里头。割了几圈，把那扎透了，那多好啊！这是巴利先生干的事儿，这是假先知那传信假神的人干的事，这不是信耶稣的耶稣教导的，对不对？对，不是使徒教导的。对，从哪来这玩意儿？那东西呢？从哪来的？就这样能明白就问吗？我今天传道有谁支持的？告诉苦难姐姐们吗？有谁支持我传道？我今天走了一条主所指示的路，传道没有人告诉我，主的灵在我里边感动我，主的灵激励我，主的爱激励我走这条路的，是不是？谁教我了？这是教的吗？不是。那个歪嘴的人，你使劲教他，你告诉你那嘴正过来，他肯定不会正过来，他还是歪的。你媳妇那不是教的事儿啊，那唱歌亮调的你教他来，你试试教。有天唱歌亮调，我的耳朵纠错能力特别强，一听他亮调我就受不了了，他还在那奶子真的那唱。他亮调亮都亮哪去了呢？啊，听清楚了吗，弟兄们？啊，我今天跟你讲的是什么？圣经话语的针对性，对不对？对，一定要把这针对性表现出来，针对那些在律法下受患难的人，抵挡真道的受的患难，和在律法下受的患难，以及那些苦待己身靠修炼的，和今天的十字架的救恩，能不能区分开来？有的患难是针对那部分人说的，有的患难是针对这部分人说的，对不对？对，清楚了吗？清楚了。善行也有分别，有的善行从自我里来的，有的善行从神来的，清楚了吗？清楚了。针对性最关键的，我很多针对性被别人拿过来，啪就扣在我头上，好不好？好。你有病啊！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来认识你。阿门。你是何等的伟大，阿门。你是何等的奇妙，阿门。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大能的膀臂救赎了我们这一小群，阿门。使我们从黑暗走向了永生，阿门。使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走向了神的国，阿门。使我们从律法里归到恩典中，阿门。使我们从罪恶中间归到义的国度。阿门。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阿门。今天就要照神所指示我们的言语。阿门。主，我们所行的路都是按照神所指教我们的言语。阿门。不是
人子教的言语。阿今天就求你不要叫我们做人的奴仆。阿因为那些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主也是枉然的。阿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今天圣经话语的针对性是何等重要的。阿今天我们不要听人的话，乃要听神的话。阿门。要遵守人的诫命规条，乃是遵守神的话语。阿门。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阿门。被圣灵所更新的，阿门。求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出一切人的辖制，阿门。走出人的一切规条，阿门。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自由，阿门。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安息，阿门。叫我们在真道上站得稳，站得住，阿门。把一切人手的服饰从教会中间除去，阿门。把一切人的打算从教会中间除去，阿门。把一切人的计谋从教会中间除去，阿门。把人的一切技巧从教会中间除去，阿门。今天上帝不需要人的腿快，也不需要马的力的，阿门。他需要上每个众弟兄姊妹都能赤手他的真道，阿门。回归到圣经真理中间，阿门。引导弟兄姊妹走前方当走的道路，阿门。引导我们走向光明，阿门。使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基督的精兵，阿门。站起来，向这个撒旦魔鬼进行宣战，阿门。撒旦魔鬼进行挑战，阿门。因为你已经赢了撒旦的头，阿门。眼见着我们凭着信心要胜过撒旦邪灵，阿门。使我们今天在这弯曲背逆时代成为明光照耀，阿门。引导你自己的众教会走前方的道路，阿门。把中国的教会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阿门。直到目前中国的教会所处的光景是什么样？今天你必能使你自己的儿女都从那些错谬中间分别出来，阿门。因为义者和不义者必要分别出来，阿门。基督和比列不能相同，阿门。信主的不信主的不能相干，阿门。义者和不义者不能相交，阿门。就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成就你自己的旨意，阿门。带领众弟兄姊妹都从那些误区中间走出来，阿门。从人间的遗传中间走出来，阿门。从撒旦的陷阱中间走出来，阿门。从一切网络中间走出来，阿门。从一切所拦阻中间走出来，阿门。我们今天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你，阿门。求你在天上悦纳我们的祷告，阿门。相信我们的祷告都达到主你的面前，阿门。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的，阿门。好。